新厨房，又到了美秀私房菜的时间了。今天的私房菜要做什么菜呢？哎呦，就是很简单的胡椒虾。秀西郎，胡椒虾怎么可能会简单呢？是真的不简单，是真的不简单。但是啊，我们要在家里面让你吃到最简单的胡椒虾。对，那它的做法怎么做呢？其实啊，说真的啦，很简单，超级简单。讲破就简单。我们非常谢谢来自屏东的李小姐。金奖外供，屏东哦，养殖业太丰富了，真的，皮马厚，虾也很好。但是虾呢，一干不，虾干不四季都丢弃，四季都离弃。上供哎，上鬼人工四季都还有虾。基本上台湾养殖非常丰富。哦，对对对，台湾的养殖现在真的非常非常丰富，所以一年四季哦都吃得到虾。对。那今天的胡椒虾做法呢？其实说真的啦，哈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是真的。对，很简单。骆师傅，我的徒弟，他都会帮我做，所以呢，我就好好的来把李小姐的怎么讲独家的胡椒虾做法。分享给大家。那今天呢，有谁能够那么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的胡椒虾呢？我们赶快来欢迎哦，我的好朋友呢，好小黎陈嘉菲，欢迎。来，两位请。哎呦，吃虾就一定要找这么美的，真的。对，我们演员，演员真的很棒的演员来。你们爱吃虾吗？喜欢。真的吗？什么虾都吃？都吃，不挑食哎。其实我们哦，真的吗？他也不挑食。然后你们有吃过胡椒虾吗？有。胡椒虾真的都不一样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做教你的是家庭式的胡椒虾做法。对，超级简单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很简单吗？很简单。感觉你的脸好像没有那么的简单。没有，其实我们只要一二三就可以。我们第一个就是调酱。是哦，调酱很重要。调酱对，胡椒虾嘛，那胡椒粉啊什么的很重要。对对对对。那第二个，第二个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虾子放在锅子里面把它加热。虾子放在锅子里面加热，这个程序也是要的，因为我们要吃到熟的虾。对。是啊，第三。起锅就好。哎呀，公公阿姐，公公阿姐令我爱走。是是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李小姐说的说做法很简单。哎，我们拿一个碗，然后倒黑胡椒，黑胡椒，肉桂粉、鸡粉，肉桂粉。那现在讲求健康，我们不加鸡粉，我们加盐巴。哎，对，因为鸡粉它本身它也有点点化学，味精有五菌素，它特别好吃，真的原汁原味。是，而且在家里面自己做，其实这些材料应该家里面都有嘛。对，有虾子嘛，一定是起牛就买就有，现成就有。我们要怎么样买新鲜的虾子？先告诉大家。其实你在买虾子的时候就注意一下，就是你买起来的时候它的皮是亮的。哎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脚会动的，有的哦，它养殖的，就是它会拿着线卖的，那脚会稍微的有一些波动的，就会跳的那个。那还有个问题，我想问的是说，如果我们去买新鲜的虾丸，它还是会动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回到家，但是我晚上才要处理，我现在这个虾我应该怎么办？把它灌晕，冰起来吗？对，用那个冰块把它冰起来。哦，好极了，这个答案真的非常好哦，要记在脑子里面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拿一个碗放到胡椒，然后对胡椒颗粒，我们不加我们的那个像鸡粉啊那类的东西，我们加的是盐下去的，然后那个黑胡椒。黑胡椒，对，黑胡椒就把它扭一扭，尽量多一点嘛，因为是胡椒嘛，对，一大匙一大匙这样，一大匙一大匙，所以有小粒的胡椒跟大粒的胡椒，对，黑胡椒两种胡椒，把它综合在一起。那这样量要加多少啊？一大匙，每一样都是一大匙，对，一汤匙。然后再过来，我们也是一样，白胡椒一大匙，白胡椒，各种胡椒就对了，对，三种椒，对，可以哈，可以的，我们把它放在旁边，对，好，我们现在的虾子啊，其实虾子其实它是必须要把它弄干的，嗯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可以来试一下，它出的感觉很呛，对。那这个虾子要挑那个什么沙金吗？这个虾子不用，因为现在都是无毒虾，所以它的沙金已经很少了，所以就不用了。对。那有说那个虾子要用多少只吗？他没有说。
看个人的，看个人家里面多的话，可是这样子那个胡椒就只有一大匙一大匙的话，虾哦，它是比例，比例应该有，应该有吧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怎么可以陷害美秀姐？加一个杂工，没有，我只是包包起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还是放在冰箱里面冰起来。好，包括可以送姐。来啦，阿 K 刷了耶，这还夸张。蒜头，我们把它放在那个塑料袋里面，这样子蒜头不会飞，而且很棒，比较干净一点。好，对对对，手也比较不会有味道。是，对，而且蒜头很腻。完了以后呢，来下锅，是下锅。好，我们把它加热啊，重要性麻油，对，哦，一点点就好了哈。嗯。好好够了，一大匙，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也不用那么大。来，蒜头坑回去，好，也是爆香吗？是，把它炒到香，对，啊，有味道了，好香哦。麻油真的很补哈，对，麻油这样够吗？够，够哈，只要一点点去提味就是。好香好香，哇，好香哦！好，所以蒜头就是炒到香就可以放虾进去，对，它不能让它焦。哎，屏东的人真的很幸福哎，真的养殖业啊，鱼啊，什么都好厉害哦。对，这个不要炒过熟，要炒到红的话，嗯，肉才不会老老的。对，我们用一般的锅子就可以了，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就可以了，对，一般的炒锅就可以了。家里炒，我建议是不是很建议用那个阿鲁米啊香味？哦，不行。对啊，那个一炒下去全部都是黑掉了，黑掉了，对对。大部分都是用铁锅或者不锈钢锅，对对，要不然就是现在炉粘锅最好，速度比较快。好香哦！哎，对哦，我刚这样，很香哦。哎，这是一个动作，是真的。对，你要拿皮弄汤。其实这样越炒，它会有点干干的感觉，因为你看它锅底，它都开始呈现，因为没有油了，对，油都被那个虾子吃掉了，对，所以它就会呈现这样子，有点焦焦的感觉。我现在加点米酒，哦，加米酒，嗯。好香哦！加米酒的主要也是去那个虾子的腥味，对对。然后再把我们的胡椒粉，最后才放，对，这样就完成了吗？有点红红的，好简单哦。对呀，我不晓得可以这样做胡椒虾哎。胡椒虾厉害的是厉害的酱，对呀，好厉害哦。酒味出来了，对。哎，美秀姐，我真不晓得你那么会做菜耶。这一点就要跟你提醒一下，我只能说有骆师傅在的地方，我都很有安全感。会做，没有，其实他很会做菜，真的。好，那被坑了，酒壶呢？哇，好香！我们炒干了之后，我师傅每一次都红了，就可以放胡椒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全放，全放。哦，谢谢。好的好。美秀姐，小心眼睛熏。有，这时候我们给它关小火。啊，小火。因为要让它呛。塞油这个给。胡椒粉下去之后就可以关小火。关小火。对。而且它越炒越香。越炒越香。不是你来炒啦。好。男生炒啊，他比较有那个。所以我们不用盖锅子焖。哦，这不用盖锅子。对对对。我们最后软太熟了。对。阿爸，看冰。你哭哭什么呢？真的会吗？对呀，来再补充，加一点点补强一下。好，可以用到那个砂锅里面。砂锅里面香哦，对啊，好像跟外面卖的一样哎。对啊，在家里面其实真的很简单啦，自己想要就是弄点啤酒来的时候，自己家里有虾子可以呛一下，就很好。可以吗？可以，记起来。对，这如果还要我帮你的话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看多简单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大火，对，让它热热那个锅，对，真的很香哎。
你要啃无？你啃一个就好，哦呀这。其实真的啦，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待会要起锅子，起旁边抹一下就哇很香，对，因为增加它的香气。对，边抹起来。我知啦，不过伊无好多啊。哦。刮一圈这样。奶油是抹在锅子上面。对，把它抹一圈。对。好，赶快给它盖锅。等一下就会有很多的那个香气，所以不用等一下虾子不用再拌一拌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好老锅边哦。好啦，哦好烫哦，小心。OK， 来李小姐，听到的李小姐，你的胡椒虾完成了。而且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呢，它油真的只有一汤匙，小汤匙哎，麻油而已，跟蒜头，然后有什么自然添加物，就是我们的胡椒粉、盐巴，然后盐巴就这样子。对，哇，真的在家里面吃哦，简直无恙，真的没小错。是，在这个吃的之前呢，来来来，你们以为你们两个都可以吃哦 ？No。我有问题要问你们，因为我们刚刚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一直在聊虾子怎么处理啊，什么处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要考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进去。好，是。所以我们现在二位呢，我们就猜拳。好，对，很简单的题目啦。想猜？要不要猜？想猜。好，好，剪刀石头，我们一起吃。来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OK， 小林，小林来，得答对才可以。对呀，如果要答不对的话，佳慧你就吃了，是不是？好的，题目真的很简单啦。题目呢就是如何延长虾子的保存期限 ？A 呢放入盐水中冷冻保存 ，B 呢去壳后冷冻保存。放入盐水中 ，A 吗？你确定是 A？ 不是。你确定是 A 吗？冷冻。只是一个有障眼，然后壳还在，一个是去壳，不用去壳啊，不用去壳，哎，很聪明哦，所以答案是 A， 太吃了，那是不是 A 呢？恭喜你答对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一般虾子如果抓起来的时候，它会产生黑头。第一个就是受到外力的一个不新鲜的一个污染，对，那就是它的那个生菌素已经长出来了。是，所以我如果要冰的话，就要加上一点点的盐水，直接放下去冷冻，是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。是，而且你去了壳之后，新鲜度也不见了，对，不能去壳，对不对？再笨的人也不会是去壳，除非真的我要做别的料理，我才可以会去壳。对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所以恭喜小林，你可以吃了，小伟。你都要去拼音团呢，哎呦，帮他打一下来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那这样子我考你，你爱吃虾嘛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虾子怎么剥壳？我先把它的头，我要。如果你能够剥好一只好好的，我们那只就送你吃。用叉子好难哦，没试过哎。是，那我们先吃好，来，你慢慢慢慢弄好不好？对，哎，一定要吃那个桃啦，那个桃太厉害了，而且虾膏真的是在自己在家里做，就不用放那么多那个胡椒盐，你可以再直接吃都不会太腥。没错没错，好啊你们啊，我剥好了。哎，真的耶，对，整个都剥起来，虽然是李丽娜的，但是真的还不错。对，因为我想吃。你可以吃，可以吃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然后吃的时候啊，你不要这样光吃肉而已，你记得你的手要稍微捏一下，因为所有的酱汁都在手里面，对，甜度啊，这个味道都刚好。嗯，好幸福哦，对啊，好吃哦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就把我们剥剥好，来喝就好，那更幸福。不好吃，不是，你剥很快，对，是真的很快。哎，真的有吃到自己那个虾子的。甜味，然后胡椒粉的香味，而且虾肉好有弹性，真的，自己在家做，健康，然后调味料也不需要在外面
太多那种调味料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哪来的，自己在药店还看得到，真的。好，吃到又是那种熊天脸呢，是不是？好，哎呀，我们吃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是。等一下还有更开心的哦。嗯，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下喜东破塞。